从肤色上面看，应该是死亡时间4点到4点半。从颈部的伤口观察，是一刀封喉，排除自杀。我怀疑凶手就是他。本以为表白失败之后，我们还能做朋友，但万万没有想到，表白竟然成功了，成功了，真没意思。男人一辈子只争两样东西，第一争女人，第二争口气。天上飞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个小小的张麻子吗？干你！好牛啊！你才是个大人物。Oh my god！ 也太好看了吧！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帅，老得快。你怎么了？咱也不敢问，咱也不敢说。我不喝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喝。那你到底要让我怎样？啊，能带我吃饭就好了。我们全场的消费有账户子买单，今天就成。同学们，来个年轻的老板上一课呀！等等，其实我压根没钱。我想问大家一件事，就是有个女孩，她最近胖了，但是她很善良，请问她能喝一杯奶茶吗？嗯，还有很多人说啊，你看你一看就是 P 图，干嘛了？你不 P 啊？你现在发照片不 P 吗？你发朋友圈不 P 吗？我就不能 P 啊？为什么？我乐的是放毒炒肉牛肉片，醋溜腰子的排骨，松花边的那白玲楼，海蜇拌肚滋味足，四两四的那个八碟菜，白干老酒吧，烫一壶烫一壶，赵四方你看一看你尝一尝，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做我男朋友啊，我宠你，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。但是超过3块钱就算了，老子不喜欢太物质的男人。有些女生就喜欢离有对象的男人很近，有些有对象的男人就喜欢说自己单身。怎么，人各有志？还是你妈从小就这么教你？松开，你松开，听到没有？我们是不可能的，你松开。你别笑。如果我没有回复你微信消息，那麻烦你去看一下我们微信记录的最后一句话。那是你这么能记得上的话吗？开脚，一起往后仰。好，对，准备好没有？好，一二三。Thank you.
我要问问那个告诉我在嘴上拔罐能治疗痔疮的那个人，你良心何在？你让我怎么出门？风咚风咚，心里冷风，吹失了梦，是你爱。你这两个牙是亮点。电是不是强？原来假的，泡沫。是啊，假的呀，怎么办呀？如果一个男生手机壁纸是你，并且把所有的密码都告诉了你，那你还在等什么？赶紧取了他的钱走吧。奇怪，小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最近压力好大，有好多作业和考试。那这样吧，你模仿几个皮卡丘的表情，我就请你看电影。好呀好呀。开心的皮卡丘，悲伤的贝格贝格，愤怒的皮卡丘，大侦探的。我找我哥去，哥。嗨。哥。嗨。你别不答应，你倒是进来呀。我倒是想进，你把门开开呀。啊。是，我现在杨幂、成龙也看过我那四合院，但是我现在不能卖，我就得一个家，这你懂吗？是吧？你也知道西单金宝街那地方，对不对？西单金宝街那地方也好地方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4亿，现在评估4亿，你给我3.5亿，我卖不了。你这样吧，我现在马上下车啊，我到宣武门了，好吧？咱宣武门旁边有个酒吧，咱边聊边谈。你要觉得说四个亿这院你能拿，好吧？我卖给你，好吧？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，好吧？四个亿。我现在年纪轻轻，年薪就已经达到了200万。所以我一直都不敢交男朋友，主要是怕他影响我做梦。